羊骨髓，看这一大块。这个肉特别好吃。Hello， 兄弟姐妹们，今天我烤了几个我喜欢吃的肠，这个是腊肠，这个是糯米肠，还有鸡腿卷，还有板冷面，来点泰式甜辣酱。每次鸡腿卷配泰式甜辣酱，我都很喜欢。这个是糯米肠，我要给你们掰一下，因为它里面是糯米的。好香啊。我要先把拌冷面吃，肠太烫嘴了。哇，
肠是特辣，我就不蘸料了，它已经很够味了。他家的粉条细一点，他家里面的菜多一些。老板说他家能发货到农历29，就是大年30前一天，他家才停发货。上辣椒行，怪不得这么辣。好吃。